咋啦咋咋咋啦咋啦 You gave it to me, baby. 哈哈哈自我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让种种感觉好好的擦过，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冲刺，我未怕跌倒。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哦哦哦，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得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Voil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暖我心，阳光会跟我亲吻，所有感觉也未多喜欢，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耶嘿耶嘿耶嘿哦，着最欣赏观众欢呼声散播，我也更相信自我。嘿嘿，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冲刺，我未怕跌倒。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啊啊啊，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得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因你只因有你。很美只因有你，是我们 Kelly 陈慧琳的一首歌曲，一首快歌啊， V 老都的一首即时点唱歌啊，开播前就见到他有这一首歌就想听啊，今晚说啊，希望呢小伟识唱这一首歌，识啊识啊识啊，这首我识啊。好啦，咁呢就睇下先，睇下大家的留言先下。今晚一定屙夜尿，喂，屙夜尿都冇办法啦，因为实在太口渴啦，啊，即系一定要饮多啲水啊！如果唔系嘅话，我谂我连讲嘢都可能有啲问题，乜个口超干啊！我公司 close 晒冇窗，完全唔会冻。哦，阿波昌话佢公司冇窗，所以系唔会冻嘅。我公司就好似雪房咁，好冻，要开暖炉喺公司。我哋好得意嘅公司咧，即系除非系本身好惊热嘅朋友啦，即系正常嚟讲，一个女仔咧，其实咧我哋咧嘅台底咧，其实系有一个暖炉喺度嘅，每人都有一个暖炉喺度嘅。咁咧即系自己冻嘅时候咧，就会开个暖炉咁样咯。咁啊即因为那些暖炉是很小个的，纯粹是放你一个写字楼一个位置差不多的 area 这样的，所以呢就基本上是每人的台底都会有一个，跟住然之后呢一动的时候呢就开，那就是那一个的那个台的 area 呢就会很暖很热这样，跟住热就自己又生饭这样。因为实在太冻了，没办法。
哎 ，Hello Wing Chill， 你好啊。睇下先吓，诶，我睇下先。咦，阿 Yan 有讲嘢喎，哇，唔好意思，我而家睇下你讲嘢先。哦，佢话上星期六咧中大晚宴，听你现场唱歌好正，真人咁咁 Q 靓女。以前曾经在 YouTube 听过一下，不过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现在知道了是吧？多谢你啊 Yan， 啊原来你那天都在现场啊。成功 ，Hello 你好啊，黄什么啊，看不到你的名字，太小了。黄家辉，黄家辉 ，Hello 你好啊，好了。飲暖水我又唔覺喉乾，我覺嘅喎 ，Simon 哥。咦，有個新嘅朋友喎，軒新兔 ，Hello 軒新兔，你好啊 ，Hi， 新朋友係咪呀？歡迎你呀、啊！睇先，阿興哥就話咧，士巴拿你好，哦 ，OK， 同阿士巴拿講嘢。好，跟住然之後咧 ，Leo 就話咧，想問一下。点去点歌哦？嗱，你喺呢一度咧，你就同阿保护艺人讲话，我想唱啲乜嘢歌，咁咧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咧点歌噶啦，咁就做一个即时点歌。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个点歌嘅方法嘅，另一个点歌嘅方法咧就系 I G 嘅，咁个就系咧，大家如果系见到我 I G 嘅时候咧，打开我 I G 嘅页面咧，咁佢下边咧，你会见到有三个圆圈喺中间嘅，即系啲 post 嘅上边有三个粒圆圈喺度嘅，嗰三粒圆圈咧，其中一个咧叫做许愿池。咁咧，你咧就撳入去咧呢個許願池定許願樹嘅東西嗰度咧，咁就咁就留個言啦，係喺一個 story 咁嘅東西嚟嘅，咁啊入邊咧就可以留言嘅，咁咧留一個言咧，咁我就會收到你嘅信息噶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點歌嘅方法啦，咁啊而家。都试过有两个人在那里点歌的，因为没什么人知道那棵树啊，那个池定那个池定那棵树啊，那个叫做，等我看看那个名字叫做什么先，我自己写完我都忘记了。哦，许愿池啊，是啦，大家可以掉个银仔下去这样的。系啦，咁啊呢个许愿池啊吓，咁咧个许愿池咧，咁就系入边啦，嗱 click 入去入，我唔知呢度大家睇唔睇到啊？咁咧就系一个 I G 嘅个版面啦，跟住中间有三粒圈啦，跟住咧最尾呢个就系许愿池啦。咁入去之后咧，你就会见到有个咁嘅 post 啦，咁上面呢度就可以留言嘅，咁你就喺度留言俾我就得噶啦。诶，留唔留到言噶？咦，留唔到言噶喎，而家原来，等我再整过下。再唔係嘅話，你直接喺啊呢度留言嗰度留，即係即時留言區嗰度留言咧，咁啊保護藝人見到佢就會幫我作底佢噶啦。咁我識唱嘅話咧，咁我就會唱噶啦。如果唔識唱嗰啲咧，大家就可能要等一等，俾啲時間我練習先至可以嘅。開翻個 list 出嚟先 ，OK。好啦，睇下先嚇。跟住咧，嗱 Leo， 你见唔见到啊？见唔见到你个留言下边阿杨洋咁样咯？杨洋佢就点唱《粉红色的回忆》咁样，就系咁样啦。明唔明白啊 ，Leo？ 好啦，跟住然之后咧，碌翻上嚟先睇唔到《粉红色的回忆》，跟住就系、是、照你话咩？小米你香港嗰边？年开始冻，着多件衫，好舒服。我呢边天气好热，热到出晒油。我呢边开始夏天，至三月先至开始天冷。即系我哋呢边天热你就天冷啦，咁样系咪 ？Hello， 佩汪，佩汪你好啊！哎，呢个边个嚟噶？多谢 Man Chan Chiu， 呢个系 Man Chan Chiu 嚟嘅。系啦，多谢 Man Chan Chiu， 多谢你嘅Super Chat 啊！Hello Eric， 你好啊！干到我鼻都甩皮咁夸张 ，Manly， 咁你要做个补湿喎。嗱，女士们啊，女士们千祈唔好
女士们千祈唔好偷懒啊，知唔知啊？即系咧呢啲咁干燥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面部一定要做保湿啊吓，即系唔做保湿咧，到时就即系龟裂啦、甩皮啦，乜都有嘅吓。即系你唔就算唔做 paper mask 嗰啲咧，你都做嗰啲咩 sleeping mask 又好啦，嗰啲搽完之后转个头就走去洗咗佢嗰啲又好啦。总之点样都要保湿啦，一定要做保湿啊，知唔知啊？即系千祈唔好偷懒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咧干蒸蒸就救唔到噶啦吓，到时。Hello， 咦，阿 Yan 走咗过嚟系咪啊 ？Hello， 阿 Yan 走咗过嚟 YouTube 好似，你好啊 Yan。Hello Ruby， 啊 Ruby 你好啊，而家冇人用暖蛋，冇喎、啊，我个暖蛋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啦，已经要抄翻啦，但系同事就俾咗啲暖包我咯。Simon 哥就话咧，你公司夏天开行冷气着羽绒，冬天就开行暖气着短袖。冇啊，暖气夏天好少用嘅。不过咧，有时咧夏天咧落雨啊嘅时候咧，咁公司个冷气好强咧，咁都会开暖炉嘅。我，但未必系全咩，未必系成日啦。因为有啲朋友咧就好鬼惊热嘅，咁佢好惊热嗰啲朋友咧就要开好大冷气啦。咁但系我哋呢啲即系冇办法嘅人就唯有开暖炉咯。咁啊自己个位自己暖咁样咯。睇下先，跟住然之后仲有咩？我之前都有买过部暖风机，货公司用，之前翻工都有带过。哦，系啊，如果公司系冻嘅话咧，大家都要买张毡又好啦，或者系买个暖炉摆喺度都好啊。即系好似之前啦，阿瑞晶都送咗一块 Minions 嘅嗰啲毡俾我嘅，咁就俾我咧喺公司瞓觉嘅时候冚住嚟用。诶，唔该晒，帮我更新啦 ，thank you。哎呀，走咗过嚟 YouTube， 我睇得比较慢啊，唔好意思啊，大家吓。Hello， Water Boy 你好。有过料咩系有过料啊？你有过料系歌嚟噶 ，Miss One Ben 改唱噶，唔识、啊。冇饮糖水，冇汤水，系啊，阴公，即系你唔好话，你唔好话系糖水都有嘅，不过系出边饮嗰啲咯，但系又唔系成日饮咯。糖水又好得意嘅，糖水冇人陪我饮咧，我又好似冇乜点饮咁咯。打上一次系饮系几时啊？喂，郑小姐，打上一次饮系几时啊？因为我打上一次饮就系同阿郑小姐饮，郑小姐同容生两个去饮呢、這个饮呢、這个。啊！嗰次就睇完小龙女嘅演唱会，跟住我哋去饮糖水咯，就系嗰日咯。之后就冇饮过啦。我唔系成日饮糖水啊，汤水都冇啊。汤水可能味精汤都有嘅，嗰啲餐厅嗰啲味精汤啊。平时边有时间补着？即系我知道大家之前好似话唔知讲我叫我用嗰啲咩嗰啲暖嗰啲叫咩吓？嗰啲叫乜嘢啊？嗰啲嗰啲咧插电嗰啲煲系咪禁制嗰啲系咪？但系当我转场翻嚟啊，都已经冇心情饮啦。阿仙啊，米米是否春至放假过回家过节？春至，你系咪跟我讲啊？系啊，冇啊，我哋今日同妈咪约咗圣诞节先至一齐食饭。个春字就唔食，春字唔食啊！睇先，去到边度啊？喂，原来你哋下面讲咗咁多嘢噶啦！我系咪讲？我咪睇得太慢啊 ！Sorry 啊，大家，等我加快我个速度先。都唔系新，是你好姊妹龙 from 嚟。支持你先哦，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Hanson To， 多谢你啊，多谢你嘅支持啊 ，Thank you。Hello，VC Tony Lo， 好耐冇见啦 ，VC Tony Lo， 你去咗边度啊？你系咪俾米奇老鼠食咗啊？好啦，跟住然之后睇下先啦，过两日仲冻仲干，我惨啊，阴公啊！好，我睇快啲吓，唔好意思吓 ，Angel Wings Hello， 你好。好，跟住然之后咧，我睇快啲吓，有啲朋友我知道，即系有啲留言我未必读得到啊，唔好意思吓。
好，跟住然之后咧，阿 Idy 啊 ，Hello Idy 你好，嗱 Idy 就提男士们啦，男士们，男士们唔好懒啊，知唔知啊？原来男士们都要搽 cream 噶，知唔知啊？即系话男士们都要保养啊，都要靓靓噶吓，记住啊，大家无论男男女女都好有皮肤嘅人，就唔该搽啲嘢保湿吓。Hello， 思温 chill， 你好啊，思温 chill。等下先，唱初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系咪想听嗰日唱嗰个版本啊 ？Hello， 范之健你好，保油得唔得？嗱，保油系唔得嘅，你保油咧，佢系不能够渗落个底度嘅，你必须一定要先保湿再保油。但你冇保油再保湿喎，你保油再保湿又唔啱噶，知唔知啊？因为油咧系封住佢噶嘛，咁啊你嗰啲保湿嗰啲咧，你要落到皮肤个底层噶嘛，咁所以咧，最屘我哋今日开呢个美容课，系用一个我由一个冇乜美容知识嘅米嚟同大家开美容课嘅，唔得噶，唔好搽油先啊，一定要搽咗保湿先啊，知道吗？好，睇先吓，我睇快啲吓，今晚好靓，有耳环，系啊，星星耳环啊，今晚，相信好，跟住然之后咧，水晶唔怕冻，只怕热，系啦，冇错，水晶就系其中一个怕热嘅人啦。以前公子我买咗几个暖包，话可以重用，但实在一次就玩完。暖包电子嗰啲先至可以嘅。傻瓜，你那些应该是不可能的，普通暖包会硬晒的，为什么？妈咪今晚有戏唱 Ivy 有啊，刚才啊 Miss Seven 好像都是想听啊， Miss Seven 你讲那首爱你是不是 Ivy 啊，是不是同一首歌来的，你们我不是看得比较慢，去到哪里啊，我有看到1118，是啦是啦，阿伟好像差五分钟啊，留言啊，煮个面食系嘛？兴哥话整煮个面食，食个宵夜，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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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食宵夜先吓，兴哥吓，唔好饿亲个肚仔啊，知道吗？好啦，跟住然之后多谢 Angel Wings， 多谢你嘅 Super Chat，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你。啊，跟住然之后咧，近来都好忙，系啦，即系俾麦奇老鼠食咗啦。跟住然之后，我知道啊，我知啊，Hanson。我知道啊 ，friend 啊嘛，嗰、那个系 friend 啊嘛，我知道。Hello， 呢个系咪 Siri 啊？又唔系喎，点读啊？喂，呢个名 C T O R I A， 你好 ，Hi， 唔好意思，我唔识读你个名啊。好，小米好少食湿米，我有米嘅歌声滋润就唔使 lotion 啊嘛。识讲嘢吓呢个吓吓吓，好啦，暖水袋入热水，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就会，通常呢个咁样入暖水袋咧系咩咧 ？M 痛嘅时候我就会用啦。天气好冻嘅时候咯，我谂可能星期日咧啲冻咁冻就会咯。你点个手唔同个手？哦唔同啊，咁我唔知喎。你讲个手系边首爱你啊 ？Miss Heaven， 系啊，更新版系咪更咗啦我？是啊，今天好斯文慢了些，是啊，我现在将我速度加快去下，跟住然之后呢我们就唱这一首是这个，我们上面这里看先，哦，许志安那首啊，郑秀文，哦，郑秀文即是许志安那首啦，一样的，哦好啦，我哋咧就呢一首吓，哎哟，送埋先。你爱我爱不起，系咪呢首啊？我见你个歌词系咁样，傻人唔识唱啊！熊大大唔见咗，哇，唔见咗好耐咯，熊大大而家俾我收藏咗啊！先好呢个，
Hey girl, how are you doing? Have a minute.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现，问为何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倒电，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主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现，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倒电，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有我哋呢个系曾比特嘅版本吓，咁啊有我哋阿 Yan 嘅一首即时点唱歌。Thank you，Hello Teresa 你好，咦卢国强校长都嚟咗 ，Hello 你好 ，Hello Christine， 我哋一嚟就带咗两首。快歌俾大家吓，头先就系一齐肯未只因有你啦，咁跟住就会话我哋初恋。刘凡上，多谢水晶妈妈 Super Chat，Thank you。好，睇下咧有啲边一首先，红大大唔见咗呢度睇咗啦。Hello K K 你好啊，好想约你，我头先见到阿 Momo 都有讲啊，但系好想约你咧，我未揾佢嘅伴奏啊。宜咗文去跪顶，其实佢又唔系叫宜咗文去跪顶嘅，佢系宜咗文去我床下底。宜咗文啊，佢因为咧太多嘢啦，咁啊就夹扁咗，将佢摆咗喺床下底收埋咗。好啦，跟住然之后咧，有电嘅感觉系嘛？多谢，哎呀，多谢细啲妈妈 Sir Richard，thank you。好，赵力就话咧，小米如果天气好冷，啲皮肤好干，你可以用一只叫做木瓜霜，系红樽嘅，佢系红色嘅包装，攞嚟搽皮肤系好好嘅，
皮肤干燥或者皮肤痕一查就很好了，在深水埗或者旺角的药房都得买的，你要慢慢看，是澳洲的出品，小米你的粉丝们你们都可以试一试。哦，我知道你说哪只，红色樽的我公司有一支，他如果是那隻我见过的，因为那时候我湿疹呢，就都有人呢去推介我去去查这隻木瓜霜的。那这一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整樽东西是红色的，它有几个不同的包装啦，就呢我自己用过呢，一个就这样一个鞍啦，一个圆柱形的鞍啦，就这么大个圆形左右啦，这么高左右的。咁就一啱嘅，咁就搲佢出嚟搽。咁通常咧就係、是、如果个身痕啦或者脚痕咧咁样，咁啊冲完凉啦，咁就搽嗰啲。咁但系你会预咗会成身都油淋淋啦吓。咁因为佢系好油嘅一样嘢嚟嘅。咁咧但系佢就油得嚟系好滋润嘅一样嘢啦。跟住然之后咧，佢有一支就俾你轻便带出街嘅，就好似牙膏仔咁样。咁即係好似 hand cream 咁嘅形狀嘅，細細支咁樣就擠下手，咁有時咧隻手乾咧就可以搽手咁樣啦。咁啊大家就都可以去試下啦。咁啊，照嚟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推介。好，跟住然之後見到大家同球哥，喂 hi 你好球哥，見到阿球哥，見到阿球哥。唔系，未见到，未见其人，先见大家嘅声音，个个一卵嘴喺度同阿球哥讲 hello 咁，我知，哎，球哥嚟咗咁啊，啱噶啦，大家嗱咁样嘅话，我先知道有一啲头先未打招呼嘅朋友嚟咗啊嘛，系嘛 ？Thank you， 多谢你阿 Yan，Thank you。好啦，跟住然之后咧，重新编曲有时代感物都系日本嘅原唱，川下校藏。有些初恋的味道，这个编曲是他编的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编，我没留意到这个。好，这个是新的，是不是日本艺人？我已经 tag 了。哇，电力十足啊，多谢球哥。劲歌金曲，你又来劲歌金曲，摆你去最后了。好啦，跟住然之后咧，喂 ，Ringo， 巴啦啦，你好啊 ，Ringo，Hello Tony 你好，系咪有一支卖？系啊，有一支卖噶，欣欣，今次万寿雷敦，我觉得佢可能系咪差唔多啊？啲功效照力，我又唔知系咪差唔多啊？不过因为我嗰阵时咧，成身都系湿疹嘅时候，啲人就推介我用呢一支咯。B B 都有用木瓜霜红色樽，系啊，就系嗰只啦 ，Simon 哥，好想约你，我知道啦，我哋已经见到好多次，好想约你，得我去揾伴奏下，我揾伴奏下，有机会唱俾你哋听下，今日就未必唱到住啦。买油我反而未试过 ，Eric 点啊，好唔好用噶？我见到好多人都会有用买油，我中奖都试过中过，但系就未用过咯。我常常都身痕噶，估五行欠打嗰只。哦 ，OK， 喂大家 ，Ray B 话佢系五行欠打嗰只啊，你哋识做啦，你哋识做啦。Hello， 钟国菜你好，洪健 ，Hello 你好 ，Hi， 新朋友啊都系，你好啊洪健。马油好用啊，喂大家马油都好用、啊，咁自己选择啦吓，原来有咁多好用嘅嘢吓，知道啦，见到啦，唔该晒皮仔。好啦，系啦，喂，大家 Ray B 话 ，Ray B 话身痕啊，帮佢勾勾佢啦，大家吓。好，嗱先，地老天荒我识搣长嘅。大家如果见到仁兄，话俾我知下，因为佢有首歌喺我度。马油好啊，话喺赞晒，话阿郑小姐。地老天荒我这个 list 入面没有、啊。地老天荒是哪个唱，我觉得个歌名很熟后面。咦，跟着光突然间光了一点。好啦。我们唱一下一些。
温柔少少嘅歌先啦。头先两首都咁有节奏感，系咪啊？咁我哋拣啲，今次拣啲比较温柔啲嘅先。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过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脸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几多有歌给我唱，还自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下一站天后，下一站天后有我哋文达嘅一个即时点唱啊，咁啊送俾我哋嘅文达啊 ，thank you， 唔该晒保护艺人啊，帮我继续努力喺度宣传啊，温馨提示大家31号嘅聚会啊 ，thank you， 咁啊好啦，咁啊睇下先，睇埋大家啲留言先吓，碌上去睇下先，喺睇留言嘅时候饮啖水先，好鬼干。是不是周慧敏？不是周慧敏啊嗯哼 Eric BB 啊，你好啊 Eric BB 嗯 Christine 说他现在都是用马油啊，真的很好用啊，用了不狠的，价钱又抵，全家都适用啊，即是我们这个冬天的乾草法宝呢
冬天的乾燥法寶除了呢個木瓜霜之外就仲有馬油啊！大家咁啊，路過的話見到咧又有需要嘅，咁啊可以試下買嚟試下用下啦。好啦，咁啊，文達多謝你嘅 super chat 啊 ，thank you。周慧敏諗起天方外未露啊，天方外未露好聽啊，就我有啲鼻塞嘅，我最渣，唔讲边条都笑系嘛？阿 Rappy 同阿 Sam 哥讲，佢话：，嘿，我最渣嘅，唔讲边条都笑啊！跟住然之后，个个行埋去之后就瞓低晒咯，其他人系咪啊 ？Rappy， 即系通常都系渣嗰啲就讲自己好好渣嘅，即系系咪先？多谢 Tony，Thank you， 关淑怡个哦，关淑怡啊，我系咪唱过啊？大家，雪莹仲喺咪度啊？下一站天后小米，多谢参加了，系呀，参加了啊，知道。小米为我哋唱，冇错，冇错。Hello， 你好啊，中华浪子。喂，知道啦，知道啦。Miss Heaven打咗好多次劲歌金曲，你呢首劲歌金曲咁鬼长咧，我会将佢摆最尾噶噃，吓。好了，跟住然之后咧，睇下先。好啦，我哋睇下先吓。再下一次就系未报名，即系就唔系唔报名，未报名即系话，但系再下一次，即系唔系下次呢、這个，系再下一次。Sam 哥好搞笑，红门掌门人，红门掌门香港啊，哇，啊、你系咪打拳嗰啲啊？我个姿势咁够扎实啊，师傅。我用这个这样的气势是不是已经可以打低，是不是已经可以打低 Red B 了？只是靠个气势。